拓展新气象，打造高品质。中国电动车行业正以波澜壮阔之势扬帆起航。在“十二五”政策曙光的璀璨辉映下，广州朗晴电动车有限公司以精良的产品、独特的文化内涵，倾情演绎观光游览电动车的独特韵味和时尚品味。朗晴电动车始终在追求营造具有朗晴特色的企业文化，始终重视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在产品上已经形成研制、生产和销售的良性循环。高科技人才、先进的科研设备，使朗晴电动车在同行业企业中与国内外一流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合作，搭建了一支由车辆动力专家组成的新产品研发队伍。创建于2000年的广州朗晴电动车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观光游览电动车生产企业，在规模化运作、规范化经营的发展当中，朗晴公司秉承造福人类、创造精彩健康生活的企业理念，全面优化运作流程，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质量控制、内部管理、企业发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不断研发出迎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电动车产品。朗晴公司秉承加强技术管理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以人为本，恃才必争。朗晴公司为每一位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注重对员工进行科学系统的技能知识再培训。企业的高效运作离不开优秀的平台支撑，朗晴先后与美国 EZGO 公司、华南理工大学、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合作。如今，朗晴拥有大批技术精湛的资深技术人才与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为企业登上国际竞争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团结拼搏，朗晴加油！今天的朗晴深受业内瞩目。公司通过 ISO 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荣获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奖、番禺制造业50强。2010年，朗晴电动车品牌被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品称号。公司规模由创业初期年产几十台，提升到现今年产近万台，产能提升了近百倍。朗晴公司正以轻快的步伐、矫健的身姿迈向国际化舞台。It's a very, very nice vehicle, especially for the tourists who can travel in comfort and who can see the surroundings. Very quiet, very nice, good speed, good everything. I think it's. 目前公司生产的产品有观光游览车、巡逻车、老爷车、高尔夫球车、会所车和载货车等6大系列，20多款产品，深得消费者的喜爱，占领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目前在执行董事杨瑞林的带领下，已形成以广州总部为基地、各区域营销中心为依托、全国加盟商为支点的营销网络和服务体系，在为用户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也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2001年，朗晴电动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9届运动会指定专用车，品牌影响力迅速扩散到全国，一举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电动车厂家。自2004年以来，朗晴电动车连续8年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提供服务，传递绿色广交会主题，协助全球各地客商互通商情，增进友谊。2008年，朗晴电动车成为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电动车指定供应商，为北京奥运会提供交通服务，受到国内外客人的一致好评。2010年，广州朗晴电动车有限公司再次成为广州亚运会及亚残会电动车指定供应商，并被评为广州亚运会亚残运动会交通服务先进单位，见证着亚运会上199块金牌的诞生。2011年，广州朗晴电动车有限公司成为深圳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电动车指定供应商。整个大运会期间，朗晴电动车作为唯一的场地用车，成为连接各个场馆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众多的朗琴人也积极投身于相关保障工作当中。在最后的总结表彰大会上，广州朗琴电动车有限公司以及执行董事杨瑞林先生等十余人分别被深圳市交通委员会评为大运会交通保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每一次的大型运动会都能发现繁忙穿梭于各个场馆的朗琴电动车，它不仅承载着各国运动员，更承载着中国电动车走向世界的伟大使命。